君泰这个案子是我在新庄的第一个案子。那当然，本身现场最主要的特色就是基地拥有4000坪。那4000坪的基地，一个公园，一个天然的公园。那双凤溪、牡丹山，那其实在我所有的设计案，4000坪是大案。那我们北栋跟南栋，我把它当作是饭店式的这个规划。那我想为什么是饭店？其实所有居住在新北、台北的市民，其实他长期他的生活的习惯是什么？约了朋友就在饭店的大厅的咖啡厅那谈事情。那我想要在新庄的这个区域，我想大家清楚，新庄这附近是没有饭店的。那它就是两栋饭店，那一个是大饭店的概念，那另外一栋就是精品饭店的概念。那所以我让溪流在我的大厅里面去表达，这是它北栋的这个特色。所以我结合了艺术，结合了灯光，它就是一个溪流流动的一个概念的一个大厅。那它大厅有9公尺，哦，9公尺的高。那南栋呢？南栋是精品饭店，那它是大坪数。那这精品饭店呢，我所有的设施就是专属的设计。那这个案子的话，就是它是自然景观，就如同我刚刚提到的，它有溪流，它有山。那现在目前的这个高度，其实你可以感受到被环山所拥抱着。那我把观察自然，那我把自然的山跟溪，就是结合了设计，就落实在公共设施的设计里面。那所以我的大厅会用大墙，就山一般的大墙，那会有质感的这个石材，那会引用溪流的这个概念，所以这个是跟在台北市的设计是完全不同的，因为它是结合自然的概念。